期貨好高風險嘅喎、哦，係啦，期貨咁難玩，都玩翻正股化啦。期貨分分鐘幾百萬上落啊！唉，玩期貨要金睛火眼，睇小眼都唔掂啊！哇，知唔知我聽人哋講話咧，炒窿期貨會跳樓㗎？唔係啩？哦，期貨都冇咩系統好揀嘅。而家啲期貨系統真係好難用，都唔知點買。係啦，慘。全新期货交易系统民众期货王是民众证券 ABIS 哲理交易宝合作研发，期货业界龙头之一，民众证券深深明白投资者需要，加上 ABIS 拥有丰富的系统开发经验、集合客户体验、系统研发技术以及市场需求，民众期货王将为资深的投资者带来全新的期货交易体验，同时比新手投资者更容易去参与期货投资。民众期货王重视落盘的速度和流畅度，在简易交易模式入面，一键落盘，一键平仓，一键反手建仓，务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交易。为了令初学投资者更容易掌握期货交易，我们特别加入人性化的设计，眼见的掣就是要做的动作。看升的按看涨，以市价买入一张，右手边沽出的掣会即时根据你投资盈亏而出现止盈和止损的字眼，等新手投资者一目了然，一路看着自己赚了多少钱，赚够了就可以按止盈，以市价沽出一张，平仓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亦可以按市价平仓，将整个合约仓位平仓，甚至按反手建仓，将整个合约仓位平仓，同时再建立相同数量的相反方向仓位，成件事都是按一个掣的事，绝对满足到期货新手极速简易人性化的需要，随时随地简易交易。无论是什么投资，设定止赚止蚀最为重要。为了教育新手遵从投资纪律的重要性，民众期货王特别设计了风控交易模式，同时亦都提升了操作上的简易度，鼓励新手培养出遵守投资纪律的好习惯，预先设定好止盈和止蚀价位，定好了就不用成日担心。如果全日都未到价，收市前15分钟还会自动平仓，不怕超出投资预算。民众期货王亦照顾到专业投资者的需要，保留标准交易模式，提供即时报价及多种图表，不同的本型、价格和交易数量全部都可以自己设定，同样亦都是弹指之间的事。综合民众期货王各种新元素，一键落盘、快速平仓、极速反手建仓和风险管理等等，无论做紧嘢、开紧会、食紧饭、瞓紧觉、去紧厕所，任何时候只要想买卖就可以买卖，全无后顾之忧。即刻下载民众期货王，即时体验全新的期货交易模式。民众期货买卖投资一手掌控。